大哥，这街面上不少人都盯着我。你听谁说的？这街面上有人盯着你？我猜的。有人来过？除了你和大夫，谁还能来？这是山东老酒馆吗？啊？您来了，啊，这是山东老酒馆吗？正是，陈掌柜的在吗？我就是，啊，你就是，是不是一摸便知？把手伸过来，啊，错不了，就是你，景胜楼，不敢，我请您喝酒。他是有命喝，没命活呀。我胆小，您可别吓唬我。杀气腾腾，直冲九霄，无素决断，悔之晚矣。嗯。伤势有所好转，继续按方服药吧。真好假好，你自己没有感觉吗？你这么一说，我还真觉得舒坦多了。谢了。我干的就是这活儿，应该的。走吧。陈掌柜，大红桥下今早上掉了三具尸体，那人头呲牙咧嘴的，说是老北方的同伙，被日本人抓了后放狼狗给咬死的。你也知道我家里有老有小，我不能再来了。我明白，我全明白。于大夫，您能这样，我已经感激不尽了。这些药呢，你先用着。这大连街上的药铺和诊所呀，都被盯上了。再买药，一定要小心。谢谢您。大红桥上挂了三具尸体，说是老北风的同伙。这事儿大伙都听说了吧？我呢，还是那句话啊，纱巾全都备好了，想走啊，赶紧走。我绝不埋怨，往后咱们还是好兄弟。您又来了，大哥。咱们爷们儿一块儿从关东山闯出来，凭的就是两个字儿：命大。当年命大，老了老了，命都长成老窝瓜了，更大。咱不怕，对，我也不怕。就是，那有什么可怕的呀？王蘑菇，你现在可是一宿尿两泡了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人上点岁数，那尿袋子装不住货了。可你那尿里边冒凉气，那是热气。哎，不信你摸摸。我摸它干嘛？
掌柜的，我和亮子都不懂。哎，我听大家。吃的啊，来，咱们一会儿聊。大哥，咋的了？哎，睁睁眼呀！等等啊！我去找大夫。哎，别为难他了，我这病治不了了。让死在亲人这儿，我心里踏实了。可我心里不踏实。过来，我跟你说是后事。我出去找阎王爷说去吧。请问吕大夫在吧？他回山东老家了。他啥时候回来呢？临走的时候说最少得半年。这些药呢？你先用着，这大连街上的药铺和诊所呀，都被盯上了。再买药一定要小心。官爷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别紧张，例行公事。三爷，啊，你点头啥意思？别说你没点头啊！官爷，我是说，您确实是在办公室，我不敢说假话。亮子也不敢。九江门上诊所呢，谁给开一下？啊，昨天您把钥匙拿走了。我这还真搁我这儿了，走、啊。行了，我说，一会儿过晌午了啊，还有好多家没查呢，时间紧迫，查大不查小啊，收队。快快快快！
陈掌柜啊。对。你去大红桥看见三具尸体了？那哪敢看见？吓死人了吗？还能吓着你？那怎么不能呢？开馆子的杀鸡宰猪见血的事多着呢。可是我没把那个死猪死鸡什么的那挂起来过。没事啊，还是去看看啊。他这话什么意思？先甭管他什么意思，你就说那酒窖吧，他为啥不搜了呢？不是说忙吗？搜也不怕，我把老宝贝藏起来了。一直到哪儿逮着他放？算命的瞎子来了，说警察挨家挨户的搜呢。又是他，他一定有人知道老宝贝在咱们这儿。也可能啊，是他闻着风了，可是摸不到老宝贝藏在哪儿。你这一动啊，他摸到了。我要是不把老宝藏起来，警察来搜怎么办？进退两难，这就是他高明的地方。可前段日子啊，老宝贝说这街面上不太平，他又是听谁说的？我越来越乱了。眼下最要紧的是把老宝贝再找一个安稳地方。要是让人家盯上了，咱们就是藏在哪儿，你都藏不住，那总不能敞开了晾着吧？看看再说。海海，嗯，你能不能听我句话？不听。不听我就不吃药。不吃啊？不吃我捏鼻子也得给你灌进去。你能不能不逼我？你送我出去吧。你这是逼我呢，大哥，在这个世上，我可能就你这么一亲人了，你就忍心把我扔下走啊？可我不能把你的命捎走啊！哼，捎走捎走呗。你是英雄，是好汉，我跟着你走啊，那还得走得多亮堂啊！你气死我了！我说，咱老哥俩不气了我？啊，吃药，听话啊，踏踏实实的养病，把病养好了。你想去哪儿去哪儿，我不拦着你。啊，可是我这病治不了了。你怎么知道治不了了？你是神仙啊？药味不对啊，心疯。换心袋吧。昨天半夜啊，有人把药扔进院里，保准是吕大夫的药。那要不是吕大夫，除了他，没人能干这事儿。实话跟你说吧，有人已经把刀架到我脖子上，你那脖子早
早让刀磨出茧子来了，不怕。我跟你说正经的呢，日本人的刀，他们的刀是明的。我说的那把刀是灯下黑。这么跟你说吧，自打我从哈尔滨监狱里逃出来，这一路上，我总觉得有个影子在背后瞄着我，我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，可就是不下手。这也是我琢磨不明白的地方。大哥，能不能是你想多了呀？我从来不得行，想到了就一定是个事儿。也难怪，这些年在江湖上，虎嘴拔牙、狼嘴抢肉，我得罪的人太多了。我在监狱里边，他们没办法。等我一出来，他们就逮着机会了。那你说有人在街上盯着你，那个人是他吗？身皮肉就是让鱼虾吃了，也不能落到小鬼子的手里。不是我说，大哥，你这是说啥呢？这是这药应该是我说的那个仇家送来的，多好的事儿啊！我不死，会给你招来大祸。我一死，赚得个干干净净、清清快快。他这一手出得好，正好随了我的愿。我说大哥，你怎么早不说呀？啊，这咋整啊？这个好整，瞅得我身子还软和。你给我整套干净衣裳来，我套上。料的不错，多少年呢，没穿过这么好的衣裳。兄弟，临走前，咱俩喝顿酒吗？给我垫备几个凉菜。奴才等我叫你。哎呦，陈掌柜。哎呦，官爷，忙着呢。忙。不忙咋见不着人啊？我跟您说啊，我这些日子也不咋整的，就这眼睛啊，都看什么什么迷糊。哎呦，完了，岁数大了，是上火了吧？天热。火大呀！不对呀，这眼仁发红，你是不是病了？要不说呢，得插空，找大夫看看。哎，过来坐会儿。我这还有点事儿，您先喝着。不是不忙吗？哎，可以吧？嗯。陈掌柜，嗯，咱们认识多长时间了？哎呦，我头一天来大连街就碰上您了。哎呀，这一晃好几年了。你看，你从酒馆变成了酒楼，这一开门，人来人往啊，不容易啊。那得感谢您啊，啊。
都得着您关照呢。哎，我秉公办事儿，从来没关照过任何人，安顺良民，相安无事，为非作歹，绝不放过。您说的是。不，陈掌柜，我怎么发现你火烧火燎的呢？哎，没，往常嘴你没这么甜的，怎么今天跟抹了蜜似的？怎么的？想早点把我打发走了？嘴甜不是想让您多留会儿？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哎，这话越说越甜了啊！陈掌柜啊，我这么跟您说。咱这是日本人的天下，日本人对大连都有了百年的设计了，你要好自为之。官员，我让您给弄糊涂了。糊涂啥呀？外边天罗地网，关卡重重，我不说你也看得清楚。确实是插翅难飞呀。哎呦哎呦，官爷，您是不是喝醉了酒了？啊，嗯，还真有点上头。我这酒馆前前后后空地上不少，您想跟哪间屋歇会儿都行。我这就把请酒茶给您泡上。嗯，郑掌柜，谢谢你。嗯，陈掌柜。我在好汉街各家店铺啊，留的都是这些话，所以你听了，你别着急，别上火，也别害怕啊。我公事公话，公事公办吧，是不是啊？对了，你容我再多加一句啊，仗义是个好东西，聪明也是好东西。可这世上不缺更聪明的人，脑袋尖顶一块的总有被顶瘪的那个，所以万事多加小心，聪明别被聪明给误啊。我叫人给您泡茶去，浓点。定后面的日子不短了。你是谁啊？你在江湖上的仇人太多，都记不起来了。老北风，我真想把你杀了，以解当年的心头之恨。你不是已经给我下毒了吗？要我喝了，你不用惦记了。你赶快走吧，一会儿行走都难了。谁给你下的毒？不是你吗？也不玩那下三滥的手段。废话少说，老子耗着呢，你快动手吧。看在你宁夏六个日本鬼子脑瓜子的份上，我改主意了。为啥？敬你是张汉子。我就是条要死的虫子了。
客。不是你这是怎么了？这是，兄弟，装醒酒，我不用喝了。跟着老宝贝儿说啊，街上不太平，不能连累你。那院子里边扔了包药，背后来了一张，谁干的呀？都跟我有点糊涂了。我也糊涂了。那老警察说那些话也特奇怪，就跟他什么都知道似的。那不管怎么说，这风是漏了，得跟老宝贝儿说，这待不住了，要走得赶紧走。大哥，我这不是怕事儿啊。我明白，你是怕拖太久了，想走都走不了了。我就是这意思。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呢。这大街小巷，大网套小网的，照个严实啊。那就把网豁个口了。你到底要送我走了？大哥，我对不住你，可我这藏不住了。那你就更不应该送我走。难不成我还能看着他们把你抓走吗？兄弟，你不用送我走，那多麻烦。你就把我扔大街上就完事儿了，我留着半口气，再碰到日本小鬼子，我再骂他们两句，就又赚了。嘿，大哥呀，这都啥时候了，你就别开玩笑了，兄弟。你听大哥一句话，千万不能送我走，风险实在太大，弄不好你自己都得把命搭进去。这事就这么定了，我的命拴你身上了，你要是不听我的，那咱们俩就一块两块。对，对，等等，站着。官爷好，您叫我有事儿。这大将老好了，大鼻香，赶紧搬进去吧，还压着车呢。你倒说话呀，你都给我盯毛了，你心里有鬼啊？哎，他不能这么说，有鬼我早吓死了。那你毛啥呀？官爷，你说我一赶车，你别老吓唬我呀。车上拉的啥呀？酒和大酱。谁家的？山东老酒馆的。给老酒馆陈掌柜捎个话。您说，天热，小心这大酱，坏了掌曲，熏着日本人，可就麻烦了。啊，得，我记下了。走吧。哎。这这进稳当了啊。大将别长了蛆，小心熏着日本人。这话里有话呀。上次搜查因为酒窖上了锁而没搜，这回给您捎了这句话，他一定是知道老宝贝在咱们这儿了。可他知道了，又为啥没下手呢？没有充分把握他，怕打草惊蛇。看来老宝贝确实该走了，再不走来不及了。一二走。叫稳当着。哎，放心吧，掌柜的。
都收拾好了？收拾好了，说走就走。各位兄弟，我让大家呢跟着我一块担惊受怕，对不住了，我也是没办法，逼到绝路上了，只能是铤而走险。但愿吧，他能走出鬼门关去。万一要是有个闪失的话，我们就赶紧跑吧。啊，从此泥牛入海，不能再回来了。我们兄弟一场，往后啊，不管是天上地下，逢年过节都想着点，都念叨一声。大哥，您甭说了，兄弟们都明白。咱等着也是等着，兄弟几个喝顿酒吧。用炒俩菜不？不用。亮子，那个去把菜上来。给日本小鬼子预备的菜，一人四个，大家给分了吧。太好了，这东西够劲儿。你怎么停这儿了？嗨，关爷，这马在这儿惊着了，刚才直撂蹄子，这差点翻了车。这我还纳闷呢，这没压着长春五的，他怎么就惊了呢？这个，你给我听清楚啊，并且按照我说的路走，明白吗？我明白。往北走。穿过楼锅巷，上了四腿桥，下桥右转，直走，不到二里地，前面有一片树林。这是装的是什么？酱缸和酒缸。缸是空的吗？哎，空的。我在问他。哎，是空的。你说。这缸是空的，他现在不全是空的。长官，那两缸刚给上家送完，腾出来是空的，这个是下家送的，等给下家送完了，这缸就全是空的了。喂，队长，
你，要人钱，不是，没命的给。明白，明白。你走。关羽啊，你说我这是来的哪一处啊？跟我这酱缸顶上什么牛啊？这么好的酱，全给搅和了。不好意思，我们还没开张。没开张不要紧，可拿手的菜给我摆一桌啊。您说笑话了。我没说笑，赶紧的。您没听清楚，我再跟您说一遍，我们这儿还没开张呢。哎呀，真啰嗦。